喷洒哩啦哩啦哩啊哩啦哩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啦。我们今天来抽的是迪士尼公主系列阿拉丁一番赏，一抽多少？所以我们今天来做 PK， 因为每次都是我花钱，我觉得很痛，很痛，我的钱包在尖叫啊！我们今天抽小奖比较多的人就要付钱，敢不敢？反正我一直都比你高。真的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抽，一抽350，最好的奖我觉得是 B 赏的地毯，因为我喜欢那魔毯。那一个人抽多少来 PK？ 两抽，很贵耶。如果幸运点就抽9点，可是这次很神奇，我看到很多人留言，反而是想要小盘子，因为这次小盘子有很多。一人五抽，然后五抽，反正我应该不用付钱。Let's go。 那 A 赏是它的神灯 Less One 赏，也是只是有点不一样颜色，然后 B 赏就是有点坦坦的感觉， C 的话是对杯， D 赏的话是有精灵的超可爱的，还有它那一只老虎叫雅各，对不对？然后 E 的话是小镜子， F 的话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是各个公主的小盘子， G 的话是小手帕，也有很多可爱的图案，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吊饰，希望不要太多吊饰，因为我钥匙已经爆了。我刚才看完以后，我发现我更想要吸赏，因为它那个杯子高高对杯，感觉可以装啤酒、秘鲁、夏天喝冰的专门。而且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阿拉丁的那毯子，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去日本的时候就买很多。买了一个比较精美，我觉得一番赏那一块没有很精美啊，感觉比较平面一点，就没有那种立体感。东方的毯子其实都是很漂亮啊，所以希望可以来个吸赏，来吧，你先，我先，剪刀石头布，就说布，就说布。噔噔噔噔噔，紫金色的哦，漂亮！加油加油！不对，我不要帮你加油，这样就要你付钱了。什么？一赏是 A B C D 一是镜子，镜子不知道是随机还是可以自己选吗？可以自己选的还不错。一叫什么 F 比较可爱？可是我跟你讲，我一定一抽露西，我最近的运气可是爆！不要的，我蛮稀烂的，而且我好像是 F 盘子，比我弱了。可是大家都喜欢盘子，所以盘子你要按照 A B C D。不，我跟你讲，大家最喜欢镜子啊，大家比起神灯更喜欢镜子。好，来换你，好，现在不是真的弱，比到最后才知道。如狙，鸡，鸡。吊牌哦，啊，人家吊牌干嘛？一堆吊牌，而且我现在其实很喜欢一番赏。对，这是手帕。A B C D F G H， 所以 H 才是吊牌。哇，这茉莉公主的手帕是很漂亮。啊，它颜色很饱满。没关系，目前你有点落后，我相信，搞不好随便抽。我跟你讲，我这次没有很想要 A。不是G，我以为我不想要什么就会出现什么，实际上是永远不会来。好，换你，黄金之手，你刚刚没唱，没有插手吗？黄金之手，屋里看看，屋里闻闻，一现在都没有什么好征兆，希望等下不小心就收到阿拉丁的对杯了，一个不小心，哦哟，我不要一直跟你一样啦，换位，换，好，那这次换我先好了，换我。好，目前三抽，我们两个都是烂到没什么好比的。好，那现在是我第四抽，四是对我来说是吉祥的数。哎呦，哇，终于有吊饰了，在那边自己安慰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今天抽最上面的，最上面的。狐狸说：“你很久没有给他好东西了。”什么？哦哟，我一样，你一样。我抽什么？你抽什么？你抽什么？我抽什么？选我。一二三四。好惨哦！我们把所有小奖拿走了，而且我们来的时候已经有人抽走 A 赏、B 赏，就是好的都被抽走了。对，就是我们怎么会那么不幸？没有人抽到。我跟你讲 ，C 赏就是来等我抽走的，这个一定是 C。要搓牌了没有？看到赌神。请继续你的表演。哦哟，哎呦，等一下，有一个优格别又偷拿了。对，上次大家很支持他抽布罗利以后，他很开心。好，你要我帮你开是吗？如果没有抽好的，我就揍你的，揍你的那个手指头本来是甜不辣，把它打更肿，变成大甜不辣。那不甜。好，优格别抽到的是叮叮。
以后应该是我当摄影师。哇，你去拿相机哦，你去拿相机又怎么办？太长了，而且其实我在来之前，我最想要的就是 B 伞哎，就是毯子啊，就是我最想要的就是毯子。对，虽然我来的时候有点变心，想要那个杯子，可是太丑了 ，Oh my god， 这是最后一个 B 伞了。哦，我们两个比什么啊？可以给他玩就好了啊！你负责拿麦克风，我负责拿摄影机。好，你还有最后一抽，对不对？我突然啊，你想啊，赢了，你付钱，所以你付啊，你输，真的、喔？那用个笔，要不要再抽最后一抽？我们来看嘛，他这个厉害的甜不辣，辣不甜 ？Oh my god， 真的是 Oh my god！ 好喽，我们给他的最后一抽，因为我们的晚餐本来从白饭变成一粒米了，不是 H， 好了，正常，好了，就这样了。B 了已经，好险有优格比尔，谢谢优格比尔，谢谢大家。如果你也觉得优格比尔很幸运的话，请按赞加分享。那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礼物吧。来 ，A 赏是小叶的，就是刚才盘子发现就是贝壳的美人鱼全部被换走了，然后他就难过的脸。不会啊，他该难过。他最喜欢艾莉尔。天使哦，你好幸福哦。又是我结账，做姐姐好可怜。感谢优格碧儿帮我们抽到了 B 赏，我觉得最近的大赏好像都是他抽到的，都是 B 儿抽出来，好厉害哦！以后大家可以称他优格。好，他叫做图图，我应该叫做可可手帕金吧。我每次抽到一堆手帕。我们再来看，就是最小的奖是这次的 H 赏，可是我觉得这次的吊饰其实做的非常精致，我觉得真的很精致。可是如果一个要350的话，还是很贵。基本上我们来算过以后，我都觉得价格真的太高了。如果你在日本的话，当然啊，我不知道什么迪士尼来到台湾的版税都很高，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之前有买的阿拉丁的地毯在右边。对，我们这次最大赏是这个 B 赏哦。这个地毯其实要更精致，你可以看到它是一根一根毛的，然后颜色也更丰富。这个呢，3900日币，我们抓1000块台币好了。你四抽内得到 B 赏的话就很有价值，超过四抽的话价格就高一些。那这次的话，我觉得这次很漂亮，给你们近看，对。我的小美人鱼，有没有看到旁边还有一个小小比目鱼？超漂亮的！其实这次手帕最漂亮的是灰姑娘的，被选光了。灰姑娘图案真的很好看，就是被选光了。我们那时候能选的不多，所以我们选了茉莉跟那个睡美人。我们第一天开抽的晚上去的，然后就对啊，哎，这一波真的抢很快，虽然很贵，可是真的很精致啊，就是你抽到吊牌不会冷啊。而且我要跟大家说，其实虽然它吊牌的排名是下面，但吊牌其实更珍贵，因为吊牌只有14个，手帕有16个。对，但是因为这次公主系列很多，所以每一款能选的样式其实更少，所以要抽要赶快抽，好久哦，还能开呀？好啦，这样这手帕真的是背面超没质感的，你看到你是真的史上最没质感的那一种。可是它正面这个颜色很淡，但是很漂亮。虽然妹妹那时候说很像褪色，但是我真的觉得很漂亮哎。而且你看，跟我 T 恤一样 ，Sleeping Beauty。然后你知道我是什么吗 ？Sleeping Beauty。背面超丑哎，这次公主的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茉莉公主的颜色还算蛮丰富的，我觉得灰姑娘我很想要。其实这个吊饰啊，阿拉丁的也很好看，因为它是一个神灯。好，那我现在来先看，我们这次选了两个，一个是小美人鱼，好险有没，超开心的。美人鱼色真蛮漂亮的，然后它这有点小贝壳的样子。最后选的是乐佩，对，长发公主乐佩，而且它是那种就是很厚哦。然后这上面的盘面就是比较浅的那一种。好，这是镜子呢，它是单面镜，就是一面的，然后外面是有点塑胶壳的那个，有白雪公主、灰姑娘跟美女与野兽的这个图案。我觉得这图案 Beauty and the Bigger 还不错啦，至少是折叠。它图案掀盖，你可以打开。喂，这小小的是很好携带，但是。350哎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350元其实有一点点贵。除了小碟子之外，我们觉得比较有价值的是吊饰，因为吊饰真的很漂亮。然后手帕颜色这次算蛮丰富的，镜子也是，就是至少是实用。好，那接下来给大家看我们的 B 赏，但是它 B 赏其实我在打开以后，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哦，因为它是绒绒的，就是摸起来是舒服。你摸，这样
哦，懂哈，对，而且它后面有防滑垫，它就真的是给你做地垫的。如果糟糕的地毯后面不给防滑垫，其实真的很漂亮，而且阿拉丁的配色真的很华丽。可是因为我今天去日本，我就忍不住买了阿拉丁的东西，相较之下它就没有那么的出色。对，哇哇哇哇，这个一对比真的很伤人哎。有对有伤，坦坦的脚脚他都把它拔掉了。对，他没有做坦坦脚，可是如果单以这一个的话也不错。好了，但是抽到真的很开心，还是感谢优格比尔。抽开人家第一抽就哦，比上350。是我们真的很不幸。好，如果你也觉得优格比尔很幸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个赞。那大家也知道，就是抽奖要如何抽，一定要记得看完整资讯哦。虽然喜欢这部影片，喜欢今天的节目，喜欢大家也要记得订阅关注 YouTube 频道。还没想到也记得打开这样新片的时候才会。非常嘞。啊，你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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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边我带你去个方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嘿嘿，按下喜欢了吗？接下来还有花絮哟。这三个镜子我直接抽到我们 YouTube 下面，下面、就是、下面留言，你们要看哦。把那个改掉哦。对，大家可以追求我